婆，你姨婆打电话说一会儿要过来吃饭，你去。别吵了。玉兔啊，这是我的。阿姨新年快乐。我是玉兔的女朋友，我叫蔡晶晶。阿姨是这样的，我跟玉兔呢谈了好久的恋爱，但是他一直不肯带我来见你们，所以我就只好自己找过来了。我觉得他觉得你们可能不太喜欢我。谁说的？哎，玉兔，他怎么胡说八道的？哎，晶晶，我们怎么可能不喜欢你呢？我真的没说过这话，他都没跟我提过呢。提都没跟你提过我呀？啊，不是，他暗示过我，是我没理解，我肯定是说了什么话让他误会了，对吧？误会了吧？晶晶，我特别喜欢你。阿姨，下午好。啊，下午好。啊，你是晶晶的同学吧？快点进来喝杯水。妈，不用喝水了，快，你就别走了，赶紧。阿姨，没关系的，以后应该还有很多的机会。其实我是晶晶的男朋友，我们谈了很久的恋爱，但他一直不肯带我来见你，还让我说只是老同学。我有点不太相信你。不相信也不行，你已经上我的船了。怎么不开了？开不动了，加个油。那我家邮箱密码跟大门的密码是一样的，但是你是不是按的也太顺了一点？下次我注意卡顿一下。你的信件为什么会在我家邮箱里啊？少玩游戏，多吃淀粉，大脑思考需要糖分。这是你寄给我的信。这封信写的有点深了，要听吗？你快走吧，银行地铁没了。今晚我住在这儿。以后我会很主动，可是我对主动不太有经验，如果过分了记得提醒我，比如今晚我想要素，过分了。过分了，你这样我很喜欢。去睡吧，你明天不是还有工作的吗？你不是也没睡吗？你不是说前几天都没休息好？但是今天我需要干个论文，平心静气。我去睡了。我站在报纸，不然怪谁？不然怎么样嘛？把明天采访的大纲给我看一下，我需要看一看平心静气。